其实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是，这些衣服我根本分不出来它们的差异，这些不都白色吗？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衣服，然后都不穿呢？好浪费钱啊！真的是搞不懂女生啊！这也太帅了吧！这个强劫捕获了。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是，这些钢带我根本分不出它们的差异啊，甚至还要买两盒一样的，一盒收藏，一盒组装起来。可是我根本没看过它们被组装起来啊！啊，好浪费钱啊！真是搞不懂男生啊！不要再买衣服了，好吗？我爱你，但更爱我们未来的前景。做不到。所以只有我不能买吗？一边存钱一边谈恋爱吧，文轩省钱恋爱手册就在 TVBS 42台。